Hello， 大家好。今天是12月27号，我们在 San Francisco。我们本来准备搭船去恶魔岛，但是已经卖光了。这是最后一班船，我们没有买到票。请大家一定要在2点之前确保买到票又能上船。但是可以看一下。但是我们早晨很快乐。我们早晨吃了 Irish Coffee 的发源地啊，叫 Buena Vista Bar， 它的 Irish Coffee 真的是非常的好吃，早餐也很好吃，就是有点大。我觉得我们俩点一份说不定都够了。对，我们俩不仅点了，还点了汤，不仅点了 brunch， 还点了汤，有点太自不量力了。去渔人码头，这里是渔人码头，没有看到海豹，哎，是不是冬天海豹不出来？我觉得好像不在这边吧？不在吗？好吧，真是两个什么准备都没有做好的 YouTuber， 这是帮大家毫无计划，帮大家避坑。我们走过的路不要再来一遍。我们用一趟旅行为下一次旅行做了准备。哎，你跟他们说那个我们一号公路啊，一号公路昨天没有结尾，但是昨天本来说的好好的要去，我操，要在一号公路上从Paso Robles 开到 San Francisco， 然后中途要路过 Big Sur， 但是我们没有看到 Big Sur， 因为一号公路又封路了。It turns out 一号公路是个非常容易封路的地方，尤其是下了大雨之后经常有滑坡。最可气的是我们昨天开了一个多小时，然后告诉我们要原路返回。对，原路返回 Fine。所以一号公路我们是开了两遍，我们开了个来回，也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个经历可以开一个来回的，但是真的非常的美，我们拍了很多的照片，非常的美，如我一般。